谢哈、哦。这个是不是请我们的吴志刚议员？吴志刚议员，我们的郭大元议员，我们的立小薇议员，林焕英参选同志，我们是不是一起上台？还有所有的里长好不好？要选的里长。好，现场有我们船木松总会长所带领的莅临在现场的里长团队，我们的所有的里长好朋友们，请大家一起上台。这都是本党的精英，在11月24号。要从基层开始为大家服务，有我们的方和山里长、郭友贤里长、陈立珍里长、黄国辉里长、吴宝燕里长、李淑珍里长、王耀树里长、陈宏明里长、林正勤里长、魏少宏里长。现在因为黄旅局主委啊还没有到，所以呢，我先讲话啊。我跟各位报告，那么首先，先恭喜我们这一次的寿星了、啊。寿星是不是都起立好不好？寿星挥挥手，寿星，生日快乐啊！各位寿星生日快乐。那么都知道，国民党是一个大家庭，非常有温暖的大家庭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市党部以及我们的区党部，别开心力，创新办这样的云游会。虽然大家一直摇散了啊、哦，就软了啊、哦，但是很有意义，很温暖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给自己掌声好不好？然后我呼应一下刚才的蔡秀莲主委所讲的，今年的选举很重要，民进党执政这么烂，一定要让他彻底的垮台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看到最近。布吉纳法索跟我们断交，一个月里面断交两个国家，这样的政府不是普通的烂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结果蔡英文居然怎么说？蔡英文居然骂我们呢、欸，骂国民党哎、欸，各位是不是很丢脸啊？是。他全面执政，把国民党全部党产会、处转会。这样子的不公不义，这样子对国民党追杀，左手把他追杀，右手他出事情了，他不会执政，出问题了，说我们为什么不跟他团结？各位，今天小偷到你家，强盗到你家，把你的东西抢光光，把你的钱抢光光，然后说，哎，你不用挨你，你要跟我合作，各位。这不是土匪是什么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这样的土匪政权，让他下台垮台好不好？好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拜托各位，今年的台北市长唯一的支持丁守中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柯P啊，偏偏要挖我们哦，什么两岸一家亲啊，骗来骗去，他不是白色力量，叫骗票力量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，这样的骗票力量，我们绝对不能给他骗过去。欧龙谁都了啊、哦！市长丁守中，中正万华区的市议员吴志刚，各位，第二个郭昭元，第三个我们的应小薇啊，他今天还没有到，还有一个林冠勋，各位，我刚提名的林冠勋啊，林冠勋非常优秀。这些都是里长的啊、哦，我们的会长陈木松，啊，要记得支持啊。还有我就不予介绍了哈、啊，这里面所有的里长，所有的里长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的黄丽锦如主委到了啊，给他掌声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台北市党部黄丽锦如主委。我也跟各位报告啊，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就是黄丽主委。他就说要创新啦、啊、要有新意，各位我们再给他掌声好不好？真的很有创意。中国国民党所有的庆生会，这是第一次在户外，而且办云游会，虽然天气热了一点，但是我们热情不变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因此呢，我们希望黄丽锦如这个福将的主委啊，能够带我们让台北市长丁守中当选，好不好？好。市议员33席统统当选，好不好？好。33席就过半了啊、哦！国民党提名的里长
统统当选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把这个棒子就交给我们的这个主委来。我们要热烈掌声欢迎黄旅警主委。谢谢我们带给我们中华民国立法院最骄傲的，也带给我们国民党最骄傲的赖世葆赖委员，我们给他热烈掌声鼓励。还有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，就是我们是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蔡秀玲蔡委员蔡主委，那以及我们今天到场的吴志刚吴议员，我们的常委，主办的常委，我们黄国良常务常委，还有邱常委，还有我们林冠新议员参选人，我们郭昭言议员，还有刚刚没有我们到，还没有到的应小薇应议员，以及我们在场的我们各位里长，以及我们各位分部常委、分部书记，我们各位地方上的好朋友，还有我们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赶的这一场是第二场的庆生会。那刚才那一场呢，就是在我们南港区庆。那我从南港区先去。那先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市长候选人呢，丁守中在那边当那个厨师炒高丽菜。那炒高丽菜，请我们所有的寿星来享用哈。那花了很多的时间。那同时他现在呢，还在当地在义卖高丽菜。因为帮我们宜兰地的那个农，高丽菜农呢，来推销高丽菜。因为现在空气污染的关系，所以那高丽菜现在都长得不好，所以菜价已经在飙涨。